多杂圆形电流的磁场，使圆形线圈通电后，在圆心处的指北针会偏转。如果我们多绕几圈线圈，所产生的磁场会更强，磁针偏转得更厉害。利用缠绕多圈的电流使磁场加大的装置，我们称为螺线管。让磁针慢慢通过螺线管，可以从指针偏转的程度来判断螺线管内部磁场的强弱。从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，螺线管外面磁场较弱，螺线管里面磁场较强，且各处几乎一样强，在靠近开口的地方才稍微变弱。